动静。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于电影界及新闻传播界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主要的工作成员年资都超过10年以上。而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与远景，发挥多年的专长和经验，于是我们希望能将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注目与关怀，以创意和美学作为思考，以图像和文字作为呈现，展现我们在影像上的创意与热情。在中央部会方面，有环保署的记录影片和 CF， 劳动部的宣传影片，经济部工业局的台湾木工机械联盟宣传影片，文化部的人文文化记录影片。而在教育部方面，有台湾教育人物志、102年及104年适性辅导列车系列、国画教育列车首部曲王振中老师，以及103年的名人讲堂影片。我们的团队成员除了获得金狮奖最佳优良影片以及导演奖之外，团队成员制作的影片也分别被收藏在国家电影资料馆以及国家历史博物馆。另外，在承接教育部适性辅导的影片上，25部影片的总点阅次数合计也高达近100万次之多。展现影像创意与热情，动静数位影像。